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抛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。我没有听过你这个年纪唱得那么好的，无懈可击了。你现在要好好保护你的嗓子。接下来慢慢变声的时候，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。亚文老师说你快要变声了，所以你赶快在20周里面拿到卫冕。今天选的这首歌呢，刚好我很熟。你这首歌词只有一个点，就是低音。然后呢，我从这首歌里面呢，我已经听出来了。我要跟你妈妈讲，较紧的跟你补，安那补，你的声爱好啊保养啊，纯粹的，让他的声音是纯粹的，唔免讲搁加工啊。你即马唔好特别加加工，你搁加加工，他会很累，疲惫之下也变形。所以你现在要好好保护你的嗓子，好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平燕，老师好。11岁的年纪可以这样唱，我还是很佩服你的，非常佩服。因为我觉得你对于音乐的灵敏度跟歌词，你所收到的这个讯号，我觉得是很厉害的。虽然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变声啊，你这个年纪在于高音的部分你掌握得非常好，但是就像刚刚姚文老师有讲到，你的低音的部分是需要你要努力的地方。之后你在变声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慢慢去接受你那样的声音的时候，在每一个声音去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去找到你声音的特质，我觉得这是你要慢慢去学习的地方。怎么样去找到那个特质？然后，因为你对音乐的灵敏度、对声音的灵敏度这么厉害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就找得到。接下来慢慢变声的时候，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。好，
谢谢老师。平燕老师好。平燕很好啊，我觉得你今天唱这个歌也各方面也都很稳啊，所以呢你的策略是不一样的，因为雅文老师说你快要变身了，所以你赶快在二十周里面拿到卫冕。好，我很敢呢，我很敢，真的敢呢。对啊，这是我觉得最好的策略。对，所以呢，你就稳稳的，然后每一周挑歌，小心的、谨慎的挑，找到你最适合你的歌，对，好好去诠释它就可以了。一句怨叹，让阮大汉，不甘阮在异乡，雨风雨淋，泥土的花丛，每一个梦，一梦梦海也茫茫，伊惦惦在等。你的歌声唱这首歌绝对是 number one， 因为你的歌声会主人的抖音，你的歌声会美声，你还没变成这种声嗓，唱这首《花香》实在太适合了，很美很美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平燕呢？老师好。这个歌真的我没有听过你这个年纪唱的那么好的，已经无懈可击了，因为你现在要。这个会历经一个变声期，所以音准不准也很合理，但是你唱歌的情绪跟你这个诠释歌曲的能力太强了，今天给你很高的分数。感谢你的爱，你总是在阮身边，因为知影你的好，阮希望陪你走人生的路。感谢你的爱，千言万语藏在心内，无论是风也是雨，阮总是对
谢谢品彦。